兄弟们，俺回来了，好长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，我想你们了。先说一下这段时间为什么没有更新视频，是因为我回了一趟老家，带着孩子回家过暑假了，自己也痛痛快快的玩了一场，毕竟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嘛。每年全家旅行已经成为了我家庭不可或缺的一个项目了。好了，言归正传吧，我现在已经回归了，视频以后每天会及时更新的，会依旧让你们看到最真实的市场行情。今天给你们带来的是13 Pro ET 的全液机，这是全新未激活的，我已经在官网查询过了，确实是未激活的，外观就不用看，每一台都是带新机膜的，价格我是5900拿的，我把拿货价直接发到屏幕上，绝对真实，没有半点弄虚作假。我有一期视频说过，没有哪个博主敢跟我一样直接报出真实价格，因为现在华强北实在是太卷了，我不得不这样做，我要是不这样做，我可能真的就要倒闭了。结果我这样发视频效果还真挺好，报出真实的拿货价，然后加上自己想要的利润，大家都欣然接受，并且都赞成我的看法。大家觉得我这种做法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。